一起跟沙咪，欢迎到来宾黄子佼嘉哥。丰田吗？呀呀呀！哦，没想到我也有今天落在你们手里。哇塞，能够访问到在主持生涯中访问到焦哥，是真是最荣幸的事，真的没想到。焦哥，焦哥，没有地方坐啊，因为大家都那么高，这样不是很难看吗？啊，请坐，请坐。那我们，那我们跪着吧。坐着聊，站着能看吗？你们坐着好像人也不错，我们没有坐着，蛮亲切的。对，我刚才想说，哇塞，你们三个那么高，我站在那什么画面啊？你最高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啊，没关系，你是主持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其实我们真的没想到可以访问到你，对啊，我也没想到哎，其实真的，我一直喜欢音乐，可是我已经有点快放弃了，我已经快30年嘛，你就觉得说算了算了，这是第一次的专辑，对，你看你们都出几张？Special 哦，两张，不止，不止，三四张了，有吧？对啊，你看我才第一张，为什么这次这？对，为什么隔三十年才做这件事情？好，我很龟毛啦。比如说有些歌，可能人家唱片公司说要给我唱，我又想了半天，我觉得算不算，嗯，不要，因为这不是我要的，是，对，所以开案，然后又停下来，开案停下来，到后来我其实真的已经快要放弃了。那到今年生日的时候，小燕姐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们有在进行哦。”我想说，进行什么？对，进行什么？什么？就什么？对，干嘛？就是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想象，对，就没想到竟然在今年是我出道30年嘛，是倒数5天，昨天终于做出来了。哇，昨天神奇吧？神奇吧？嘉哥，你看到他出来之后，你的内心是在想什么？就是他，就真实的已经出现在你面前。然后这样完成，然后那么累，然后你也等了30年，而且里面很多词是都是几乎都是自己对全词创作嘛。应该是说我很开心，好像有了一个类似半自传的作品，而且不是书，不是主持，因为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喜欢看《超级星期天》，但你不会拿出来看100次。对，你很喜欢看一本书，你大概也就看20次，算很多的。算多了。电影也很多的。对。可是歌，如果你被这个感动，很可能一个晚上你就听了20次，对吧？一直在听，一辈子会，然后一辈子，对。然后到你老了，你突然想到，哎呀，2018有个黄子佼，那个歌挺好的，又拿出来听，对。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然后而且跟我的故事，跟我的想法，会想到你，很 match。对，包括你看我的眉毛，你看我的三角形，哦，这是全部都你自己设计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方旭中老师。哦，方旭。但是我有跟他说，哎，你这个图少了一个我的眉毛。有三角眉抓到，因为我以前，你知道我常常被网友说，你的眉毛为什么不修一下？就像你们这样，我说，可是这是我爸爸给我的，对，一个遗传。哦，我以为你是故意修成这样。没有，我从小我就是三角形，很有特色。对，所以就把它弄成这样啊，多好。就想会想到焦哥了。对呀，可爱。而且焦哥这一次的 MV 是不是拍好拍满？对，然后在48小时哎。你拍了10支，这样太紧了吧？为什么这么赶？因为每一首歌都，你看看，如果我30年等10首歌，我一首歌等3年，我哪一首舍得放弃？你告诉我，对，你告诉我，现在出歌很容易嘛？大家可能单曲2个月就出一首，1个月就出一首。我每一首歌都等了平均3年，后来小燕姐就说好，那我们把本来的预算稀释成10首，对，所以我没有大场面，我没有太多的什么大咖助阵，可是也好。你知道吗，各位？我是来自没有 MV 的时代，那时候听歌没有，对，那时候没有 MV， 没有 MTV， 对，没有 MV，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音乐你就是听，你喜欢就喜欢，你不用被男女主角影响，你只听音乐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也好，那我的 MV 就拍简单一点，大家能不能把它重新听一听？也许是你会喜欢的旋律跟歌词，对，而不是被哇谁来客串，哇什么很漂亮的 MVC， 或者比如说我找你来客串，你一定会帮忙，对，可是可能人家就会，哎好帅哦，那个怎么样，就没有人就忘记那个音乐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我要去是谁唱的这样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，我有去看你的 MV， 哦，谢谢，唱的不是可能不是像歌手一样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很有。什么味道？自己的味道。对对，其实好坏这个事情很难界定，但我觉得起码我做了一个我想做的唱片。对，那好跟坏这个东西，其实每个人看画、看电影、听歌都有自己的选择。对。但我想，就是起码在忠于自己这一块，我是绝对做到了。
对，而且上次耿如有来，别发片嘛。对对对。那你们家一起算是没有，他宣传期已经结束了啦。对对。但是差不多管我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。没有，他上次有来录一个小单元。对，他跟丰田有做一个小单元的合作，对不对？希望可以跟焦哥一起看一下，要看是不是？对，好啊，来帮进一下，明星好棒。对。今天还是要来宣传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宣传还是要玩一下我们的小游戏。嗯。你过关之后才可以十秒的送 ，OK 吗？我玩游戏很厉害，我就是会拼了命、拼死拼活要赢的那一种。哎呦！那你看一下后面。这是我们的游戏本身。其实这个游戏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玩嘛。对，你自己一个人，不是，所以不会有输跟赢，对呀，只会有真心话大冒险，只有靠运气。好 ，OK OK。来，三二一，哇，这很难呢。焦哥今天在忙吗？在忙。现在在忙吗？不一定。我不确定。那我可以请你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听到他说三个字“我爱你”，你就过关了。这很容易耶。这很容易吗？我每天都在说啊。那说炫耀。对啊，炫耀文呢？搞不好不会接啊。焦哥现在应该在忙吧？好恐怖。哎，他真的没接，他应该在。他怎么办？在录节目。应该在录节目。对。那打给别人。打给谁？刘宇豪啦。刘宇豪。打给刘宇豪。跟你一起那个合作。好。这样子，你在两分钟之内跟他借20万。他有钱的吧？你也有钱啊！你也有钱嘛？几个人借了20万？怎么突然被借20万？对啊，要买什么？你明明就有。以我跟他的交情，他应该是会借我。两分钟之内哦，2分钟哦，对啊，100万很多。据我所知，他很爱乱买东西，搞不好说，哎，我没有20万。我们失败是有要惩罚的哦。你们这节目真的很毒哎，要惩罚哦。喂，我是孟耿如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，但是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我觉得你是亲人，你干嘛用这奇怪的号码来给我？因为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手机不在旁边，我在处理事情。骗人。好，我跟你讲认真的，我现在没有在骗你。你已经看到他们认真的连到了。你听我说一下啊，就是我最近跑宣传期嘛，然后。其实也没什么收入，因为你知道上通告也没什么钱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是这个月的房贷再不缴的话，我就要就是利息会加倍，所以我想跟你借20万，我想跟你借20万。我下个月立刻还给你。太容易被识破了啦！干嘛不跟 ？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100%，然后我们的题目是打电话给你，2分钟之内要借到20万，但是他失败了，一定想说为什么他不跟焦哥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笑得好坏啊，笑得好坏哦，哎，这样你失败，你要惩罚，太难成功了，要惩罚是什么？跟瑶说一下谢谢，让他忙哦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，笑死老板。对于他刚刚没有借你20万，我会一口干他。刚他没有借你20万，你会难过吧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觉得很奇怪。哎，好霸气！三二一，太慢了吧？这算吗？算一下，这剩一题，好，才十秒，你知道十秒，因为刚刚没过嘛，对，所以你现在有十秒，快一点，快点，不能让他看，不能跟一哦，不能跟他，哎哎，不止这样，十秒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再一个，再快一点，三二一，不行，哎，真心话，讲出主持人长相排名哦，长相的排名，我们主持人有5个男生。5个，我是真的诚实的哦。你是诚实的，好啊。第4名，他好了。好，他不是第3名，算中间，就不上不下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。第2名，第2名，
主任是你的第二名，因为他太遥远了，就是你会觉得有些人你对他的那种帅气的喜欢，因为他可能在你身边很有魅力，可是他就突然很远，你会觉得他不在你的生活中的人，就会太大咖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你们两个哎，凤莲你可能是第五名哎，你有可能哎，第五名也好。如果得到第一名的话，我会被他的男朋友盯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他很会嫉妒嘛。焦哥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下次遇到他，你就惨了。好可怕，这样讲好可怕。其实我刚第一名要选的真的是丰田哎。真的假的？虽然我们今天第一天见面，但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了很多他很搞笑的片段。哦。我喜欢幽默感加的男生，而且就是他很做自己。他喜欢笑。我是第二个焦哥。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他紧张，是不是？下次要小心，下次遇到焦哥要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所以第五名我们就不公布了。三二一，不能追哦。霸道甜又咸，对镜头做出超抽鬼脸三连拍，超抽鬼脸，超抽，就是有点抽去。因为你的专辑的那个主题是不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连拍。可以，可以耶！惩罚吗？愿赌服输吗？三二一，转！啊！大冒险！大冒险！哎，你要不要换？我们再打一次电话给焦哥好了，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确定。你支持好好好，好啊，好啊。好了，算了。A 姐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换个好了。丰田问他一个真心话。真心话。第二题。好，那小鬼刘一豪、李国毅，谁演技最差？谁演技最差？刘一豪。哎呦，究竟是不是刘一豪呢？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哎，你不会轻松的，因为你讲出来，你现在应该在冒汗。放轻松。不是刘一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你最熟。对，那你内心是谁啦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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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真心。但是我要先说，因为鬼哥还有那个李国毅都算是我的前辈，他们都比我早入行，我没有资格去说人家什么，而且他们在我心目中真的都是演技派的演员，真的认同。对，哎，那这样好像刘一豪在我心目中不是，因为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啊。对他比较好得罪，但是他最近的电影要上了，我超级期待的。哎，他没有借你20万，你还帮他打电影耶。我最近推出了我的人生第一张迷你专辑 Hashtag 不可爱，里面总共有6首歌，然后呢除了徐佳莹老师帮我写的，还有 Peggy 许哲佩帮我写了2首，然后还有小林老师呢把他的歌就是传承给我，里面还有60页的写真集，然后全部都是非常专业还有很实力派的音乐人一起帮我完成的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购买，然后看看里面美丽的照片。谢谢孟耿如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可惜，好可惜，焦哥没接到电话。对，第二个焦哥在这边，焦哥第一名，第二个焦哥，第一名，焦哥教训他。我跟你讲哦，他真的很喜欢丰田。真的假的？昨天我说我要来百分百嘛，对，他也没提你们俩，他就在夸他。原来是有迹可循，他就说你很自然，你的那些比如说惊吓或什么都是真的，像我们有时候综艺人会演，对，他说他就是真，他很纯真，巴拉巴拉跟我讲1分半哎，对，那你有生气吗？我没有，但我昨天没有，但我现在有一点觉得怪，他居然用丰田占用你们聊天1分半，而且丰田刚的脸还转了起来，我不知道怎么，谁是角哥啊？对啊，又角哥，角哥，太难听了，角哥。不错，年轻人，不要把这个路走绝了。又不是电影，你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他演戏什么，常常有很多我都 OK 的。对对，但是他真的很喜欢有幽默感的男生。对，焦哥是很大气，而且他可能会
喜欢丰田会胜于我，因为吵架的话丰田吵不赢他嘛，他过也不好，所以如果还好我出现的早，不然搞不好啊，有可能是丰田小子啊。哎，谁叫你坐起来？坐起来的。哎，我一定要这个啦。而且刚刚焦哥在我旁边放闪。对，怎么说？他刚拍那个耿如的画面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呢，他就把他拍，然后传给他。他现在没事啊，不然我们在看直播啊。应该是有。他可能不知道今天要播他电的那一个。对呀，哇，你们很狠呢，拿那些东西来电人家。待会我们对你更狠，来考验一下你。对，你当了歌手之后，音乐素养到底变如何？对，好，回来休息一下，一起跟虾米。一期 Game Show 对，我们要考验焦哥的音乐的知识。你知道最恶心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怎么样？就你们这个片头，你用了十几年了吧？哦，好像有。恶心哦，20年好多回忆哦，这个片头太经典了。是哪一种回忆？你说呢？就是看很多的回忆。我以前常常来探班的，以前呢，就是小时候，所以真的好多回忆。这个片头都还是一样哎，是感动。现在玩什么？现在说什么？我刚刚没有听到。考验你的音乐知识。他说什么听不懂，要考验你的音乐，因为焦哥也是一个几乎很有名的 DJ， 而且听过非常多音乐，哇，好，所以我们有出五题要考验你。而且焦哥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嘛，他们发了4张嘛，对，我们发了1张嘛，对，所以怎么说，我们的唱片界不小心也是你的前辈，是啊，前辈啊，随便都是前辈，难得可以玩焦哥一下，好好好，好，焦哥他玩你不是我，没有，你刚刚你乖，你刚刚明显兴奋，没有，逢年过节。会发私信祝贺什么佳节愉快，就是 Masha。哎，我有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你这种生日，人家有中秋、端午啊。对不起，张哥，对不起，张哥，谁爱谁爱？没有了，开玩笑，我又没。第一个要玩什么？来玩什么？哎，出题 MV 接歌词。完了，接歌词，张哥，对，我记得你一回，我歌词我没办法呢。歌词，那我们看 MV 吗？好，看一下，请出题。第一题。胸肌，哒哒，26个字，胸肌是用来干嘛的，焦哥？我讲这歌太新了，对，很新。不爱我就拉倒，太新了，我们现在记不得了。刚是几个字？六个字。割裂的胸肌，我就只好乱猜啦。胸肌怎么样？胸肌比你想的还硬。合理耶，比你想的还硬。好像胸肌也是比硬的嘛。比你想的还硬。押韵我一定错的，因为这歌太新，可不可以出一些比如说周华健啊，陈淑桦啊，对那种的。杰伦的歌也是，因为他也十几年了，可是这歌真的太新了吧，所以是比你的还硬，比你想的比你想的还硬，一定错的，不用在那边给我对几个字了，对，没错，错了，错。好，抽一支。刚刚这里面答案，等一下你先说答案是什么？你不准看。答案是什么？答案什么？你说，你说。你还想靠？如果你还想靠，对，什么东西？如果你还想靠，上一句是什么？割裂的胸肌。没有押韵嘛？这个不好。割裂的胸肌。换词。比你想的还硬。不行，焦哥还是要惩罚一下。我是作词人，我想改就改啊。不行，人家作品。我真的一边录音一边改歌词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是作词人，我想改就改。你唱的顺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现在干嘛了？还是要抽一下，就是喝掉这一桶。没有。上面有十，讲的不是酒吧那么硬。上面有10支电笔，然后哎，为什么耿如也是电，我也是电呢？为什么我们都要电呢？就感觉你们会喜欢电这个东西。那为什么不给我那个他那个玩具？他上次那个他说那个压手的那个测心跳的，那个是要测那个真心话大冒险，那是说谎的，对，说谎。那个我玩过，那个我有电过 Dream Girls， 一样的道具，这一切都是报应了。来吧，再抽一支，有些没电，有些没有电的，有些有电。我不相信每一支一定都有电。
对啊，魏许聪要干嘛？你先对对对，我跟我魏许聪，还是我们梅子一起冲。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猜的，因为他们刚刚放的时候也是随便放。对啊，乱放。那我要怎样？你就打字。没有啦，骗人！张斌按上面这个啦，要按上。按上面这个啦。按哪个？上面这个。怎么按？怎么按？这样按，这样多用力按。就是这样。我知道张斌笔太多了，应该很常写词，所以按笔芯的勾。Together。按笔芯要Forever。OK OK。我这就不行，张哥。你帮我数一下。3、2、1。哎，有没有啊？我感觉不太对，感觉不太对。我到底有没有？一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1、2、3。有人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是我自己心里心魔。心魔。我再一次。张哥掉地上要再抽一次。麻烦确认一下啦。没有啦，我自己吓自己的啦。你在那边演？没有，我刚刚真的觉得有。哎，我刚刚真的觉得有是心魔。你演技吗？到底有没有？感觉有。张哥是要吓我们，我觉得他是要。有，可是他出来的好慢哦、喔，有啦，他出来的好慢哦、喔。这只拿掉，这只有、欸。我刚刚讲了什么？你怎么不想播的话？你说，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干嘛这样子？干嘛？对，干嘛？对，干嘛？干嘛要电我？电呢、啊？对、啊。好，第二题。还有第二题、啊？有。你刚刚那只呢？看一下，这只在我这边。你有被电到吗？我有。我吗？这个我写的。这不会忘了吧？不一定。我真的假的？我从来没遇过。那为什么不出这句啊？好，哎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字，焦哥，你就是我的绿潮。好哟，确定？是我写的、啊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哇塞，哈，什么是我写的？为什么不答？因为有时候自己写的自己会忘记啊。其实是有可能的，这句算是你们放水给我啦，真的，因为这个歌在写的时候还是有改过一些歌词，当时有被企划说可不可以改一下，所以如果你们出刘宇豪那段 rap 的话，我就死定了，因为我写到后来，我已经不知道我交出去的是什么东西了。对，他们那边会可以改，对对对，会改，一定会改嘛。所以谢谢你们放水给我，谢谢。要请昭哥最后宣传一下他的这个专辑啊，不用了啦，不用宣传，还是要还是要啦，会买的会买啊，不会买也没关系啦，不行这样啦，好了。看在我刚被电的份上，请支持资深唱片新人，谢谢大家，多支持焦哥。